没事吧？我住院的原因是因为我过敏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你怎么会来啊？谁让你把记者找过来的？你知道如果今天我没来的话，你会被骂得多惨？你就不能动动脑子吗？就不能好好照顾自己吗？可你不是来了吗？你知不知道我昨天一直在等你？我以为你又讨厌我了，我以为你真的不愿意帮我了。你们地球人为什么这么奇怪？为什么总是要骗我呢？你一会儿又让我开心，一会儿又让我失望，我一会儿又担心你会出事，我一会儿又会担心你会被毒死。你为什么总是要去影响我？为什么你总是要影响我呢？遇见你，只想让过去都归零，每天都是真心情，只会关于我和你。我真的好想哭，可是我又好像没有这种功能。对不起。谢谢你。这是雨吗？下雨了，下雨了！哇，芳芳，芳芳，你不喜欢雨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在地球上看到雨。哦，啊！我是不是见过你？生病了吧？啊！为什么我还记得你？